凭借一部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杨洋在2016年可谓又攀上了事业的新高峰。戏里帅气高冷、会撩妹，戏外的他同样也是让大批迷妹欲罢不能的。人气正当红，如今的杨洋也是一边忙着拍戏，一边通告代言不断呢。12月30日，杨洋现身宁波为其代言的某品牌活动站台造势，一身白衣配红裤造型亮相的杨洋也是走在时尚的最前沿，真是长得好看，怎么穿都是帅呢。最近杨洋一直都在忙着拍摄新戏《舞动乾坤》，作为一部古装玄幻大剧，杨洋在戏中可是有不少贴身肉搏的打戏。这不，为了尽心演好这部戏，原来确定要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杨洋也不得不爽约一次了。想问杨洋，明天晚上就会在哪里跨年呢？就是在拍戏的现场吧，对，和剧组工作人员大家一起跨年。对，因为现在拍戏的任务比较重，对，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部作品做到的更加精益求精，最后能够给大家一种全新的、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展现吧。不光跨年不能和粉丝一起度过，就连农历新年，杨洋也不一定有机会回家陪伴家人呢。其实有机会的话，当然是希望能够陪伴家人，和家人们在一起。但是今年暂时还不确定啊，剧组的拍摄任务还比较重。为了这部戏，又是放弃演出，又是放弃假期，杨洋也真是相当敬业呢。此次在剧中，杨洋也是再度搭档了当红小花旦张天爱，合作多次的两人，这回是不是更加默契了呢？其实我和张天爱在从你全世界路过中，其实并不算是有直接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接触，大家也没有直接的对手戏。那这次可以说是第二次正式的合作吧。对，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演员，而且这部戏导演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都很高，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倾注角色，对，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努力，希望这部戏能够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完美的一个呈现给大家，对，希望我们这部作品最后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觉吧。